要提倡的是环保无毒的橡皮擦，不含 PVC， 不含塑化剂，是为了能够保护小朋友的身心健康。我们的 DIY 呢，就主要有分为组装类的跟彩绘类的。现场这边呢，也会有提供不一样的橡皮擦桌游，欢迎小朋友来到这边挑战看看。安心、无毒、环保、健康，富乐